金儿从悬崖上落下，刚好掉在下面的马车里，车上坐的正是萧策皇子。小说中萧策对楚乔的爱甚至不亚于宇文玥，只是他知道乔乔的心并不在自己这里，于是选择了成全。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竟然有一群男人。月公子这边得知星儿坠崖正着急时，突然一把箭射来，正是萧策给他送的信。月公子很快赶过来，金小六、星儿、阿楚、楚乔、乔乔，一人一个名字。可星儿醒来后马上又晕了过去，原来是之前中的毒发作，这种毒连月公子都毫无办法。可萧策却很清楚，这种毒是来自往生营。月公子准备去往生营找解药，星儿就暂时委托给萧策。往生营普通人很难找到，可在月公子这里却没费多大劲。很快他们便来到了往生营的基地，此时往生营的杀手们正在参加比赛，也就是自相残杀，最后三个活下来的人可以成为往生者。月公子带着月卫闯了进来，还遇到了给星儿放毒针的女子萌风。从他口中得知，他们都被营主强迫服下了毒，不按照营主说的去做的话，就得不到解药。宇文玥问他营主的下落，完了，星儿有情敌了。很快他们便找到了营主并将他宰了。这么简单，月公子一想便清楚这个人是假营主，他们只能继续寻找解药。终于在一间密室发现了一个机关，里面有很多药瓶子，可只有一瓶是真的。月公子想连这些杀手一起救下，要是以前他可不会管。果然是受了星儿很大的影响，他通过闻解药的味道辨别出了里面的成分，很快将其配置了出来。可杀手们却不敢吃，萌风对月公子很信任，率先吃了下去，其他人也纷纷跟上，所有人的毒都解开了。月公子让他们离开，可他们却站在不动，他们不知道去哪，家人早就没了，而且他们除了杀人啥也不会。宇文玥就这样收到了一批手下，随后他火急火燎地来找星儿。萧策却告诉他，星儿服用过他送来的解药后已经回燕北了，这可把公子给气坏了。原来萧策是骗他的，刚才还以为爱人已经离开了自己，可现在却惊喜地出现在自己眼前。月公子看似平静，内心早已激动不已。这次的音乐真不是我自己配的，是他自己出来的。星儿还是要离开，他对宇文玥做最后的告别。星儿表示自己和燕洵好不容易走到这一天，他冲动不起，更任性不起，而且他也担心燕洵现在面临的局势，在爱你的人面前说担心别的男人。月公子的心被扎得千疮百孔了。燕洵、萧策、袁松、白子画、顾廷烨等人哭晕在厕所，他俩终于不吵架打架了，只是这画面还不如打架。次日星儿便和众羽会合了，可是他刚回燕北便遭遇了巨大的危机。元纯公主偷兵符，率领200,000大军直指燕北红川城。燕洵想趁对方老巢空虚之时兵发长安，只留下了一些乌合之众在红川，可这也意味着他放弃了燕北。而星儿却认为燕洵的家乡便是自己的家乡，便决定带领秀丽军死守红川。